秦王府里边的这个台阶上楼宝塔式的是17节半，为什么是17节半？18节不好吗？易经当中说了，九五至尊，九是皇上的数，九的倍数也是18。他也在想，虽然他也是掌握着大权，但是他也想到将来有一天，万一皇上在登基的时候会有想法的。好，皇宫里边是18节9节，所以他自然就弄了半截，所以这就是他的想法。所以里边的建筑呢，您得需要细细看，说每块砖、每块玻璃和每个灯基本都是小德章亲自设计。我们把秦王府称为北京带盖的四合院和西湖公园。最早的时候啊，这里边有一幅字是白居易的《晚秋闲居》，是乾隆御笔写的。这幅字呢，这个秦始皇载湛非常喜欢，也说明他的心理，叫地僻门深少送鹰，披衣闲坐养幽情，秋庭不扫斜藤帐，闲踏梧桐黄叶行。在高墙大院里不和外边接触，悠哉的悠哉的当愚公。事情吧，大家看，这是数一数17节半，第一节是半截，这就是特点。大家看，这是琉璃柱，黄的啊，蓝的，绿的，这是皇宫里边出来的。尤其你看这两颗巴洛克式的立柱，这是西式的，所以这栋建筑就是中西合璧。